们躲过了这个灾难，是不是我们有生命的时候要多用点心来帮这些灾难做记录？那个消防人员叫我们不要进去，不过那个画面真的可以拍哦。那我们一听到说台南发生这么一个大灾难，我当下决定回来这边来做一个支援。为了慈济留历史啊，上人说的平安的人就是要去照顾那个受难的人。